超级汽车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3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。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可以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，迷你车哦。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。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吉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急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转车的车呀，左边右边跳跃，转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恐龙来捣乱。嘿，斑斑，
你刚才使用时空跑道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去了恐龙森林，帮贝勒虎找了一些石头样本做研究。对了，恐龙们很想念你，他们请你去做客。我会去的，不过现在我得去巡逻了，一会儿见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什么声音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嘿嘿，你的主意太棒了，我们终于来到贝勒小镇了。今天一定要玩个痛快！哟吼！你好呀，能给我们拍张照吗？恐龙！要拍得帅一点哦！他们为什么逃走了？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？那我们也赶快走吧！不好了，贝勒虎，我听说街道上出现了恐龙。我们也收到了霸王龙的求助，他说有两只恐龙不见了。大家看到的恐龙一定就是他们。要快点把他们送回去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多小超波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恐龙们到底在哪儿呢？到处转一转，这看看那看看，前头好喜欢。野餐派对、马戏表演、逛游乐园，每个地方都好玩。是真的恐龙！美食多又多，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前头好美味。戴上帽子，穿上鞋子，举起爪子，摆个姿势，我能变得好帅气。雷克警长，恐龙们来捣乱了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雷达雷达开启，丢丢，向前向前追击，丢丢，恐龙恐龙你别跑，丢丢，加速把你们拦住，丢丢丢。恐龙们该回家了。不，我们还没玩够呢。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飞呀飞呀，伸出我的大脚丫，跑呀跑。然后用上惊喜道具了，缩小光波启动，轰隆隆加速度向前跑，这蹬这蹬山呀山，找一找，哎呦哎呦，我在缩小，恐龙们抓住了。看，是雷克警长。嗨，朋友们，我找到失踪的恐龙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不敢乱跑。我现在就把它们变大。等等，必须给他们一点惩罚。我宣布，你们接下来的一个月都要这么小了。游戏大闯关。这里新开了一家游戏体验馆，可惜我们没有门票。哎，不许动！我宣布，你们中奖了，可以免费体验我发明的游戏。太幸运了！奇怪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中奖了？可能因为我长得可爱吧。欢迎进入游戏世界。哇！听好了，
你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抵达终点才算通关。计时开始。涂鸦！时间到，你们全都失败了，将会永远留在游戏世界里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嘟嘟车们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被困在游戏世界了，只有通关才能救我们出去。超级汽车，有本事就来挑战吧！哈哈哈！哼，麦特博士真嚣张。嗯，别忘了，旋风也是个游戏高手哦，他一定能完成任务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游戏眼睛。天跑道，开启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无论是比赛还是游戏，我都是第一。这没什么，我可是游戏高手。麦特博士，你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把大家关在游戏里？哈哈哈哈，你们不懂，这样的游戏才更加精彩刺激。哼，那就让你自己也来体验一下吧。什么？放我出去！超级汽车，快来救我！外卖难题。面来了，两位客人请慢用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！当然了，这可是百年老店，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是做面条的。这就叫美味面条哪里找？辽吉面馆味道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退钱。这位客人，请问出什么事儿了？哼，你们看，我点的面条竟然变成了这样，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美食在眼前，我却吃不到。好饿呀。真是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处理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呀。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。企鹅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冷了。是啊，看来需要一个能保温的道具了。有了，这个任务就交给超级汽车吧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电子保温箱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雪山雪山像座城堡，雪花雪花飘啊飘，雪人雪人挥手微笑，冰雪世界真奇妙。出租车啊蹦蹦跳跳，迎着风雪向前跑，出租车啊从不迷路，像冰淇淋，雪花雪花亮晶晶，雪人雪人有点淘气，冰雪世界真美丽。大货车啊车厢大大，所有货物都装下，大货车啊不怕辛苦，碰车碰车就到了。我们的面条在哪呢？面条当然是现做的才更好吃了。哇、面团面团拉一拉，面条面条长又长，浓汤浓汤咕噜噜，番茄萝卜蔬菜多，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味道香，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有营养。吃得真饱啊。再见了各位，下次想吃热腾腾的面条记得呼叫超级汽车哦。没错没错。洪水来袭，兄弟们前进。大家加把劲，穿过这片花园，再走过五条大街，我们就能到河边接水了。还有这么远，我走不动了。大家快看，那不就有水吗？哈哈，我们真是太幸运了。什么声音？是洪水！洪水来了！救命！救命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遇到了洪水！天哪，雨
要赶快呼叫超级汽车。可是这次的任务该找谁呢？消防车高迪，还是救护车安琪？贝勒虎，听说我的朋友小蚂蚁们遇到了危险，让我去帮助他们。好，挖掘机库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冲浪板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洪水洪水哗啦啦啦啦，我快要坚持不住啦。洪水洪水哗啦啦啦啦，我快要不能呼吸啦。大家坚持住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。快看，洪水消失了。真的。贝勒虎开心虎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蚂蚁们都得救了。太好了，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。我们已经查出了洪水发生的原因。是这个水管坏了，现在它已经被修好了。耶！洪水不会再来了，太棒了！又要去很远的地方装水了。海精灵的魔咒。嘿，你们在玩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哇，真漂亮，我要了，让我玩玩。鲶鱼公主，公主还给我们。不要，等我玩够了再还给你们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不要这么小气嘛。哼，你太霸道了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待朋友。我要以海精灵的名义对你施下魔咒。嘿，毛利格鲁鲁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现在魔咒生效了，再也不会有朋友了。天哪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呀？来自海底的求救信号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，你们快来帮我。好，超级。哥哥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魔咒呢，这次该出动哪辆超级汽车呢？让我想想，有了，救护车安琪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魔咒消消贴。时
等到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，人鱼公主安琪，快帮帮我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。别担心，我带了许多魔咒消消贴，用哪张好呢？别看了，快点贴上吧。哈哈，太好了，魔咒解除，我又有朋友啦。朋友了，不客气，很高兴能帮助到你。